嗯，开车门要小心哦，陈冠文。开车门小心。好了哈。啊，就开啊！不要开太大。你们自己调。啊！去车道吗？去车道。车祸了，车祸了。小孩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那些人先疯了。闯红灯啊，不知道谁闯。我们有拍到了，回去再看。我们有拍到。不知道是行人闯。哎，我爸爸跟你讲哈，非必要的话不要跟行人抢。那你要跟他抢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从他屁股后面过。不是从那前面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人的反应一定是往前冲。人紧急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把苦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哎，对。行人。所以抓抱小孩的那是行人。对，他已经站在马路中间了。他到底是他闯还是谁骑着人闯？不知道。不一定啊，因为我已经我看到他撞，我也没去注意红绿灯了啊。什么过马路，连在等绿灯都要很小心。那一天我们看新闻，就一个站在这个山脚的地方，他就死了，因为那个机车跟汽车发生擦撞。结果机车就结果机车整个飞过来，往他身上砸下去。我的车就在这边被撞的啊，我那边等绿灯，结果一变绿灯，我后面车就撞上来了。问他为什么撞我，他说啊就绿灯了，不就开了吗？我就傻眼了，他是，他以为他在 BF1 哦。绿灯两头前个也袂行。对啊。